生机械有限公司创立于1980年，专门设计制造自动化砖窑厂生产机械设备，开发研究高效率高品质之整厂生产专业技术，始终秉持着诚信、专业、品质、服务的信念。目前已为砖窑厂生产机械设备制造业中最具前景与发展性的指标公司。从专业咨询、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试车、运转保固，每个流程皆必须通过严格的品质考验，起始能让每位客户皆能以最低成本生产出最优良的产品。自动化砖窑厂之生产，自原料土进入工料机后，经过粗碾、中碾及细碾的过程，成为原料土，进入搅拌机与水分充分搅拌后，送入制砖机，以真空挤出方式挤出100×220mm 之连续砖条，再以单切机与切砖机裁切为55×100×220mm， 重约2公斤之半成品砖胚。本公司设计制造之机械，其生产量高达每小时35000个，且为了提高效率，特别研发专利自动叠胚机，配合砖胚产出速度，自动转向与堆叠，并置于输送台车上，由自动台车轨道系统送入风干窑风干，待风干后，以25至60分钟，依每台车车次进入烧成窑烧结。烧成窑以负压进气设计，燃烧送料机自窑顶以稳定之速度送入燃料，并控制燃烧方向，使每个砖胚平均受热，并将排放之燃烧热气引回风干窑，加速砖胚干燥，大大减少风干时间，并降低燃料成本。成品红砖出窑后，再以自动台车轨道系统送至堆叠机，加以分类排序，以利推高机插运。本公司设计制造之推叠机系统分为全自动与半自动两种，供客户选择。堆叠后之红砖成品不需使用站板，直接经由自动混包机以 PET 袋混扎稳固后，即可装载出货，送至客户手中或入库存放。工生机械有限公司拥有最顶尖的专业人才为傲，更以不断创新研发、精益求精的精神，为客户创造出最贴切、最适用的产品设备。秉持着多年精湛的技术与经验，以及在业界使用的经验，拥有最专业的服务团队，提供国内外自动化砖窑厂生产机械设备业界高性能与高品质的产品。我们更秉持着品质是公司的命脉，信誉是公司的资产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朝永续经营的目标迈进。